那些高手鳄鱼的话不好，前面换血太累了。正在充电。看这鳄鱼前面玩的什么样，怎么样吧。我正要享受战斗的乐趣。挺会玩的，他如果怂的话就怂一辈子了。他这样跟我换血的话，他前面至少前面还能玩。铺平道路。First blood。这是进步的力量。两斤跟前 W。完毕。一步错，步步皆错。鳄鱼的血还真不好换。现在前面我换血总是换不过，这把我换血又炸了。是时候进行抵抗了。打成这样已经炸了的，前面的换血。回家吧。太古的话，前面会打得舒服一点。反正我觉得打成这样，前面我已经炸了。绝对不要回头。时刻准备着，这波卡一波五级跟他打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Enemy double kill. 将照亮前进的路。他这波要不要上来补这炮车？估计不会上来了，我应该出眼泪的。我们的未来很光。他这种不跟我打的，我前面出个眼泪会舒服一点。为了 Pierce the Wolf，强力一击。现在二到一交了，他追上去，他怎么还是给到我机会？放眼未来，哇！我这波能杀的，我这个 Q 为什么 Q 到那边去了？正在充电。杀成六了，我这两波玩的跟我死一样。战锤时间。一步错，步步皆错。
是时候进行抵抗，弟子活过。不疼不吃，吃不到了。吃的话出来要掉东西。 两波都没杀掉他，这两波杀掉一波，这把都好打。时刻准备着。 他是怎么回事啊？大炮已组装，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 我不回头就是我死了。刚先锋没拿到，狐狸为什么不早点过去帮他？我没状态了，快一下，快一下。 Shut down. 绝对不要回头。怎么掉了？这炮远击了，我以为他走到这里了，但是炮车这波。 这波闪现在差一点，装了。无所畏惧。
时间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时刻准备。要不能杀，把毒手都还能杀，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放眼未来，怎么还不出来？他跟小兵上线了。我鼠标他妈就不换了，嗯，一步错，步步皆错。后半王还在下路。哇，我的手好酸。是时候进行抵抗了。手太酸了。大炮已组装。绝对不要回头。所畏惧，攻击波，鳄鱼踢下去了，我猜不上他吧？时刻准备的 ，double kill。这我今天没开播就打了七个小时，今天比昨天累了，就这波打赢，那感觉他没蓝啊。还不想叫闪杀他们，正在充电，哇，
这炮都埋成这样，被他杀了的。 真是歪了，这炮 B 中的，我去，麻了！我锤过去的时候没E出来，这样我这波也死不了，可能是失误这把。上把我们的 AD 去对面了。 打一局带真武者就拼超速了，感觉。为啥炮不中人啊？为啥啊？我去。是时候进行抵抗了。大炮已组装，战锤时间。 这个位置老贪了，这个蛋玩的挺好的，这个蛋。 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我去，真的歪。 要炸！我感觉要走，真要炸！
好猛啊！我感觉我都已经不会玩游戏了，是吧？等着他刷了，走了。还行，还好队友这把兜底了，直接，不然这把赢不了，我这把状态烂了。